你刚刚说的这些，要是真话，至少还算是良心未泯。我只不过是想多等些时日，等到人心惶惶，便更好探筹嘛。届时你和金石良却砸了他的广辉庄，再由我出面调停，逼那魔不凡与我为伍，此计如何？刚刚你掌心温热，让我有一丝幻觉，没想到你的心当真冰冷。 看没看过小雨的伤？你想没想过那些失踪的孩子作何惨状？你可知道多耽误一天意味着什么？他已经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了，再熬些时日，坏不到哪儿去。